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一博，非常感谢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和金鸡奖的所有评委们给我的这个荣誉，也要感谢无名的所有工作人员们、所有演员前辈们，最后非常感谢陈尔导演和娜姐对于我在电影上的帮助以及电影以外的帮助，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谢谢。真没想好说什么，谢谢金鸡奖各位评委把这个荣誉颁给我，我特别知足。我真的没想到能通过这样一个奇奇怪怪的角色提名，然后所以我真的特别的意外，也很满足。这是我第一回来金鸡奖，希望以后还能来。谢谢。你也是第一回来。我也是第一回来，真的第一回来就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